好的，各位观众，让我们一起继续跟随五星体育的镜头，来关注到我们为您转播的2018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我是天奇，今天呢陪您一块儿来看这场比赛。今天呢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赛事的三四名的决赛，而在这之前呢，在这半决赛当中呢，我们为您转播的比赛之前是马特洛克队与帕丘卡队，包括城市足球学院队与阿塞克队的比赛呢都已经完赛了，最终的结果大家也非常清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马特洛克队与城市足球学院队的三四名的决赛。那么这两支球队的话，可以说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马特洛克队呢则是非常有自己本土英式足球的一个传统的长传冲吊的踢法，而城市足球学院队呢是来自澳大利亚。这支队伍呢我们也介绍过，背后的主赞助商呢是城市集团，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英超联赛当中上赛季的英超冠军曼城队的主赞助商。那么这支队伍他们的队服呢，我们相信各位也非常熟悉，身穿红色剑条衫、红色球裤的就是今天的城市足球学院队。他们呢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蓝色队服队裤的就是马特洛克队。在之前的半决赛比赛当中，我们也是为您转播过，而那两场比赛的话出现了可以说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马特洛克队和帕丘卡队的比赛呢最终踢成了6-0，而城市足球学院队与阿塞克队的比赛可以说比分呢是更加的夸张，最终是踢出了11-1最终这样的一个比分。很遗憾，城市足球学院队呢最终是不敌阿塞克队，现在是进入到与马特洛克进行的一个三四名的对决。首先呢还是向各位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两支队伍的一个背景情况啊。今天呢身穿红色球衣球裤的城市足球学院队呢，他们是隶属于澳大利亚，来自墨尔本城市足球学院、来自约翰福克纳学院和欧文纽顿圣公会社区学院，这是两所学校共同组建的一支学院。所以说这支队伍呢可能在球队的配合和默契上面呢相对比对手呢是欠缺一些的。而他们的对手马特洛克队呢，尽管说在英国呢并不是说能够成为直接英格兰青年队的一个种子预备选手，但是呢他们确实在比赛的风格上面确实是很有英式足球的一个风格。我们看到这两支球队进入到三四名的一个对决当中的时候，其实实力之间相对比较接近的啊。我们这边看到两边队伍上面的球员呢手上都有一些轻微的小动作，所以裁判还是把两位球员叫到身边来，更多的还是警告一下对方。刚刚手上这位有动作的球员呢是来自城市足球学院的8号球员埃萨德。选择直接长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风格啊直接从后场一个任意球传到前场的禁区内，这非常有马特洛克队的风格。我们知道这支球队啊虽然说呢不是英格兰青年队的主力军，或者说是能够向青年军呢灌输一些人才，但是这支球队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英冠当中的德比郡 FC， 这支冠军队伍呢输送了非常多的后备力量。可见马特洛克队啊也是处在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先来看一下这次门将险些是扑球脱手，在禁区内呢前锋队员呢赶紧去找到脱手的门将，很可惜这球最后门将还是把球给控制下来了，反倒是马特洛克队这边再次把球给控制下来。今天呢两支队伍比赛的场地是在复旦的附中青浦分校，能够从场上的一些细微动作来看，今天比赛一开场两支队伍可以说手上动作都不小，有一点火花四溅啊。之前我们聊过这两支球队包括了即将要参加决赛的帕丘卡队与阿塞克队，这几支队伍呢在小组赛结束以后呢纷纷都是脱颖而出。
后来在小组赛结束以后呢，他们有着为期两天的休息时间。那这两天之中呢，他们也是跟随主办方一同安排去到了上海的地标建筑，包括东方明珠，包括金茂大厦，以及参观饱览了上海的美景。他们也都感觉到在上海生活非常的幸福，所以说今天踢球应该是倍儿有劲儿啊。这边选择左边路的任意球直接开出来到禁区内，但是位置太深了一点，像是一个直接吊门那一个打法，被门将呢给轻松收下了。比赛一开场啊，双方都没有踢出太有内容的一些自己球队的特点或者比赛风格，但反倒是在场边或者说是在场上的一些激烈的对抗以及小动作呢倒是屡见不鲜，这个是裁判需要注意的，因为这场比赛的话判罚尺度方面呢可能需要裁判来有所定夺和判定一下。裁判给到了一个右边路的任意球机会，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要选择传到禁区内找头球攻门的机会，第一落点是抢到了，再回传过来，禁区内还有机会吗？外围一脚远射，这脚位置呢很有想法，但是呢被门将判断对了位置。之前我们也是介绍过啊，城市足球学院队这位门将呢，他的体重可能是稍微偏大一点，身高1.81米，体重呢是来到了101公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体重对于这位门将来说势必啊他的防守的面积和范围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它的移动速度可能会相对偏慢一点。边线球是由球队16号球员开出来之后呢，给到禁区内的队友。后场选择协传转移来到右侧，还是继续找16号的萨穆尔。萨穆尔帕特里克呢选择长传，这边找到了左边路跟进，边路跟进还有队友机会，不过呢相较于上一场比赛来说啊，城市足球学院队今天在前场所布置的进攻阵容和阵型球员呢相对比上一场更多一些。这其实对于马特洛克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就是他们能够把自己比较好的一些进攻的风格给打出来，因为对方的后防线上球员安排的并不是非常多，而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城市足球学院队呢更多还是喜欢以稳守反击作为他们主要的进攻策略。我们看到现在镜头对准的是场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这边应该是来自英国马特洛克队的球员，刚刚在左边路与队友一个对抗，对手一个对抗之后呢，这下倒在地上始终没有起来，两边球员还是非常友好的啊。之前我们就聊过，现在所在的我们看到的比赛的场地啊，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上海都处在一个三伏天的一个阶段，所以尤其比赛时间呢又是下午的3点4点，可以说是地表温度以及阳光的直射最严重的一个时间，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啊，小球员不仅要把控好场上的一个体能上的分配问题，同时还要做到在场上能够把教练所布置的战术打出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往的几场比赛当中呢，都会有出现球员脱水或者说是脚抽筋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场边其实主办方安排了多次赛事补水的时间。来上来上来上，
继续选择从右边路发动进攻，而城市足球学院队这边几次的传球呢，默契度还是差了一点。斜传直接找到禁区内，但是禁区内呢，这球传的落点还是太深了一些。传球的球员呢，仍旧是球队的十六号的后卫萨摩尔·帕特里克·诺顿。马特洛克队的门将大脚法开得相当不错，把球呢直接送到了前场，右边路有机会，这叫斜传，没有传出一些提前量，不过球权呢继续是控制下来。一个踩单车过后，把球再传向禁区，这个想法想做一个踢墙式的配合，不过呢，边路的防守球员已经是心领神会了，把球给断了下来。相对还是粘球了一点，来自城市足球学院队的左边后卫，继续给到右边路的萨摩尔，萨摩尔的一个斜传呢给到自己的队友，但是队友向前的传递呢险些是出现了失误，好在把球权继续控制下来。今天呢，尽管马特洛克队在前场布置了众多的进攻球员，但是他们的后防线上呢不像上一场比赛对阵帕纠卡队这样那么不稳定了，可见啊，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其实每一场比赛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说都是一次可以说是一堂很好的训练课，这样的一些实战当中呢去积累经验，对于球员啊在赛场上去把握下一场该怎么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比赛进行到了接近二十分钟时间，场上比分呢仍旧是零比零。今天呢一开场不像上一场比赛那么热闹啊，不过呢两支球队也的的确确踢出了自己的风格。我们这边看到城市足球学院队这边场上又是出现了有球员倒在地上的情况，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球队的中场球员布莱恩斯塔福德。那这样的话借着这个球员在地上休息的时间呢，场边的队友也是去到了替补席和教练席去进行补水。我们看到队医已经是进来了，来看看斯塔福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样炎热的天气加上高温缺水的情况，再有一些激烈的身体对抗，确实对于球员来说啊身体不太好接受。我们看到球员也是习惯性的会把水浇在自己的身上，让身体尽量冷却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马特洛克队的主教练贾斯汀，这个主教练呢是相当激情，相当有场上有煽动性鼓舞性的一个主教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尽管球处在不断落后的情况，但是呢仍旧是能够帮助球队尽量的去鼓舞队员们的士气，在场上呢做着换人调整，希望球队啊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和一些想法。好的，比赛继续，又是一次长传转移，直接掉在禁区内，这是有一个进攻门的机会的。裁判也是在跟小球员在示意，这球啊是一个犯规动作，在场上呢就不要再做了。Look at Lockie! Look at Lockie! Look at Lockie!
哎，我们看这个后卫还是有一些自己脚法上的想象力的啊。52号胡安·菲利普，在之前对阵阿塞克队的时候，先来看这次外围的一脚远射，来自球队前锋。这球呢，应该是来自球队的38号的后卫安东尼·马西诺。安东尼·马西诺面对一人的防守，选择一脚远射，这球稍稍呢是高出了门楣了一点。门将这脚球啊，开的直接是送向了边路之外，直接开出了界啊。而刚刚这脚萨穆尔帕特里克边线球开出来呢，也没有能够和队友产生连线。来看看马特洛克队的反击，斜侧直接带上禁区内，这边有技巧补门，球进了，1-0，马特洛克队率先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球确实来得太突然了一点，这球呢是来自球队9号的前锋索里尔。再来看一下德克兰索里尔，这球呢先是来一脚外围的远射，被门将扑了出来之后呢，可惜没能把球拿住，在前锋线上的索里尔呢马上是把握住了机会，进行了一脚补射。那这样的话打破了本场比赛的僵局。克罗姆索里尔，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被改写为了1-0，马特洛克队暂时保持着领先。在刚刚这次进攻当中啊，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出来马特洛克队这种英式足球的很传统的打法。他们的进攻呢往往就是三传两倒，直接就能够深入到对方的禁区。如果今天城市足球学院队呢没有能够对对方这样的一个进攻套路熟悉并且加以防范的话，很有可能这样的进球会在不久之后再次出现。又是一次来自后场的长传转移，找到前场刚刚完成进球的卡鲁姆索利尔。不过这样的传球呢失误率还是非常高的。继续转移，这球找到后点的队友，不过呢第一落点呢是让后防线上的球员给先清出去了，这位是47号的阿云米提卡佩洛。这样的话给到了马特洛克队前场的一次角球的机会。角球的机会呢其实马特洛克队相当擅长，刚刚呢禁区内的9号球员克鲁姆索利尔就是一位非常好的禁区内的争顶的球员。来看看这球他们该如何来处理和分配啊。这球主罚呢是由泰勒来主罚。球员几乎是收在禁区5米的位置啊，第一落点呢虽然是争到了，但是第二落点呢没有能够控制下来。外围还有机会吗？马特洛克队头球继续摆渡，这边在对抗之后呢城市足球学院队的前锋有犯规的动作，所以给到了马特洛克队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这球犯规的球员呢是球队8号的中场球员埃萨德埃普杜拉。
后场连续的倒脚之后呢，逐渐过渡到前场，这边继续横走，面对防守球员，这球还是没有掉。不过最后呢，马特洛克队的防守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我们看到马特洛克队今天的防守呢，看得出来排出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4-3-3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更加偏向于4-2-3-1的一个进攻体系。所以说在后防线上四名防守队员呢横向一字排开，他们的防线呢也是相对比较稳固一点的。但是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马特洛克队面对帕丘卡队这样非常有层次的进攻，他们的单一的防守呢也确实没有能够防到对方。但是面对今天进攻实力相对较弱一点的城市足球学院队呢，他们则是很好的运用了这样的一个防守体系，把自己的攻防能够做到更好一些。这次左边路马特洛克队的中场球员卢卡斯·莱恩·布洛赫呢，他的套上能力是非常强的。又是一次快速的斜传转移，不过呢已经是边裁举旗提前越位了，两边都是七号球员。再来看一下这一脚的长传，其实在传的过程当中，传之前呢球员就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上面了。这个对抗啊几乎已经是处在一个踩着对手的身上的位置了。马特洛克队继续控制场上的球权，今天呢场上两名球员的小动作还是不少的，尤其是刚刚完成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的马特洛克队的前锋卡鲁姆索里，这位球员呢在场上总觉得和对手的后防线上的球员啊有一些身体上面的对抗。当然对于这些青少年的校园足球邀请赛来说啊，场上呢更多还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更正一下。因为呢这场比赛呢确实对于他们来讲三四名那个决赛也希望说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不过呢球员在场上有这样的情绪还是需要相对去调控一下，可能跟现场非常炎热的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那这样的话比赛进行到了接近30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仍旧是1-0，马特洛克队依靠着卡鲁姆索里尔的一脚进球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来看看城市足球学院队这个角球开出来禁区内转身再打门，这个时间可能耗费的太久了一些，对于后防线上三名一字排开的防守球员这个铲断下来并不是难事儿。哇，这个是有一点跟门将开玩笑的意思啊，这一脚挑传呢险些是让这位身材有些微微发胖的门将迪米特里奥斯呢回追来不及，如果射得太再正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乌龙了。右边路的进攻来自城市足球学院队，传到后点脚一磕，这球呢是传丢了。随着比赛的第一粒进球产生之后呢，
双方又开始进入到了相对比较僵持的一个比赛阶段。这两支球队呢，从20分钟之后开始啊，就开始连续寻找了一些场上的进攻机会，但是都没有获得太好的一些进攻的选择。来看一看，这次右边路切传过来，外围的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这球是再次打破了场上僵局。那这样的话，2-0，马特洛克队再下一城。马特洛克队进球，进球队员。完成进球的是球队的11号的前场球员芬莱。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进攻没有任何问题，先是把球带到了禁区之内，停球之后的转身一气呵成。再来看一下，选择了左脚的内脚背的一脚打门，打得相当的漂亮而且干净。那这样的话，马特洛克队领先于城市足球学院队2球。可能啊，因为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城市足球学院队呢和对手踢成了11-1，所以说对于队员们在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状态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其实一场比赛已经过去，那就过去了。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未来才是他们需要去注重的，需要他们去关注的。接传过来，这小球领得不错，接传，这球险些啊就能够进球了。球队的前锋，来自城市足球学院队14号的前锋乔纳森。再来看一下，这脚球呢传出了一定的提前量，停球转身过去过人之后呢，选择了一脚左脚打门，不过这球呢打在了门柱上面，有点可惜。球是领得不错，但是呢还是中前场的球员相对比较粘球一些，这样的话让马特洛克队又找到了反击的机会。今天要非常小心马特洛克队在后场的高压逼抢，因为这几次的防守呢都非常的到位。刚刚呢我们看到城市足球学院队在防线上几乎排出了是一个五后卫的一个体系，但是两个边卫呢上前的次数也并不是非常多，所以说五后卫排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站位还是相对比较死的。斜传到禁区内，这球传一个前点，但是前点的落点并不是非常的好，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抢到了。这次斜塞做得不错，但是边裁举旗已经，而6号的尼克拉斯呢，在这是一名前场球员，在中前场的传球的想象力呢是相当不错的，他的上场呢势必会加强球队的前场进攻。门将提前的出击，大脚再把球给解围出来。
我们看到边路防守球员上前的速度非常快啊，在转移，这边又是九号的克鲁姆作为前点的支点，把球再分出来之后呢，险些出现了失误，好在球权继续被马特洛克队给控制下来。今天呢，两边的小球员呢在场上踢球，感觉火气都是不小。场上再次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拉斐尔，换下了伊森。前场很好的机会，但是还是让后防线上球员给断了下来。门将这找球啊，开的还是稍微偏了一些。镜头上给到的是马特鲁克队的五号防守球员李。现在来看看马特洛克队的反击，这边左边位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还是相对粘球了一些。刚刚可以其实选择传给到在自己的右手边的芬莱，刚刚呢这位球员已经是完成了一粒进球，相信在场上的脚感非常不错啊。选择右脚的一个内脚背的一个挑传，再想给到自己的队友，但是高度太高了一些，被后防线上球员给断掉了。哎，漂亮，一个人球分过，看看有没有传球的点，再过，再找机会吗？右脚打门，漂亮，这球打得相当的精彩，来自英国马特洛克队的球员十号边前卫伊森·詹姆斯，这球进得相当的漂亮，从中场连续过掉三名防守球员，选择了右脚内脚背的一脚打门。这球门将啊，尽管是判断对了球路，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把这球给拦了下来，相当漂亮，来自马特洛克队的前锋十号的伊森。这样的话，随着伊森这粒进球，场上的比分被改写为3-0。对于城市足球学院队来说，他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进攻感觉，否则的话，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又会是一场煎熬的比赛啊。哎，又有机会了，底线附近回传，停一下，左脚打门，门将把球给扑了出来，这脚打得相当有自信，不过呢球权仍旧是被马特洛克队给控制下来，不妨选择左边路啊，外围再来一脚打门。这段时间啊，对于门将
城市足球学院的迪米特里奥斯来说啊，门前真的是风声鹤唳，压力很不小啊。前场的机会并不是非常的好，城市足球学院队现在球员们场上相当沮丧的情绪，需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能够更多的跟他们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个时候呢，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比赛还有半场时间，完全有机会呢能够把比分给扳平，是3-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当然的话，如果他们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比较沮丧的情绪的话，很有可能这样的比分会被扩大。再来看一下，刚刚仍旧是球队10号的前锋伊森还在找机会，还有机会来过吗？随着刚刚内力进球之后呢，场上后防线上的球员对于这位球员的一些防守动作还是越来越大了。哎，我们来看一看城市足球学院队这边又有进攻的机会了，右脚打门，球进了，3-1。这一球相信对于球员们来说等待已久啊，来自球队的14号的前锋乔纳森，不过不得不说的是他们的7号的前锋伊森同样表现的是非常不错。再来看一下这次连续向前的盘带，来自队友的一个助攻，这球是尼克拉斯·迈克尔。刚刚我们所说尼克拉斯在上半场被主教练给换上来之后呢，确实这脚球传的是相当有想法的，而分给到自己的队友，这球也是相当的漂亮。那这样的话，城市足球学院队在上半场呢终于是打破了僵局，3-1的比分。52分钟，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是2分钟时间。不过呢，从场上小球员的情绪来看呢，相对还是不太稳定的。再来看一下，刚刚呢是这脚球，其实裁判判定呢是10号的伊森有脚上的犯规动作。但是这脚球铲的位置呢可能更偏向于皮球一点。比赛进行到了第45分钟，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看看城市足球学院队有没有机会啊来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左边路外围的跟进，这脚停的稍微远了一点，外围的一脚打门被门将给扑住了。其实在马特洛克和城市足球学院队在禁区内争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
城市足球学院队不乏一些禁区内的高点，包括了刚刚镜头上所对准的51号的马修。但是今天呢，城市足球学院队在前场的进攻当中，更多还是依靠着自己的左右两个边路来完成进攻的，包括了52号的胡安·菲利普以及刚刚所换上的尼克拉斯，都是他们进攻当中啊非常倚仗的一位球员。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马特洛克队和城市足球学院队的上半场的最终比分呢是3-1，马特洛克队暂时保持着领先。而上半场呢最精彩的一粒进球呢，绝对是马特洛克队的前锋10号的伊森，刚刚那次从中后场连续向前个人的盘带，过掉3名防守队员之后的一脚远射，打的是势大力沉，而且相当的有技术和有想法。让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一块儿继续跟随五星体育的镜头，来关注到马特洛克队与城市足球学院队的下半场比赛。好的，各位观众，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到马特洛克队和城市足球学院队的下半场比赛。今天呢，在上半场两支球队呢，除了比赛一开始阶段的相对沉闷以外呢，随着比赛时间不断的深入，我们看到这两支球队呢逐渐是踢出了自己比赛的一些风格。上半场最终的比分呢是3-1，马特洛克队呢暂时领先于城市足球学院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马特洛克队与对手呢能不能够为我们继续贡献一场非常精彩的下半场。上半场的4粒进球的产生呢，确实是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啊，尤其是一些进球呢能够体现出球员个人能力，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在 U17 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足球年龄段来看呢，球员在场上呢展现出自己的风格，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比赛的输赢都是其次，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足球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来看一下，今天呢，在下半场身穿蓝色球衣球裤的马特洛克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这次呢，在左边路发起了一次进攻，传到禁区内，还有机会吗？落点是没能抢到，不过外围胸部停球之后，再选择一脚远射，球进了，4-1，下半场刚刚开始阶段，马特洛克队率先是再次打破了僵局。今天呢，他们在上半场正是依靠着前锋线上的球员非常出色的发挥打破了僵局。再来看一下这次胸部停球之后呢，选择了左脚的一脚爆射，这脚射门呢距离非常的远，但是能够把球给送进球门着实不容易。进球球员是球队的3号的前锋卢卡斯。我们看到6号的尼克拉斯不断的在向裁判去示意，这球呢已经是对方有手球的嫌疑了，已经是打在自己的手臂上了，但是裁判并没有做更多的进一步的判罚。这位是城市足球学院队的主教练达维。
他的执教风格一向以冷静著称啊，在场边始终是坐在教练席上冷静地看着自己的队员们，直到补水时间才会出来跟队员讲几句场上的一些战术布置。比赛呢进行到了接近五十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是4-1，马特洛克队暂时以三球领先于对手。城市足球学院队再次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45号的丹尼尔。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阿塞克队的比赛当中的丹尼尔也是有着上佳的表现的。本次的2018上海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呢，比赛期间呢正值世界杯正在举行，而这场比赛的话其实也被称作小世界杯。为什么这么说呢？马特洛克队是来自英国，这是本次世界杯的四强球队之一，包括了在小组赛当中呢也有着不错的表现的比利时、贝维伦队，以及我们昨天看到的帕丘卡队是来自墨西哥，以及来自法国的球队博洛莱队，以及各支球队呢都是本次世界杯啊在表现上非常不错的一些队伍。而这次呢我们看到在上海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赛场上呢，这四强球队呢有包括有来自英国的马特洛克队，来自澳大利亚的城市足球学院队，来自墨西哥的帕丘卡队，以及来自科特迪瓦的阿塞克队。这样的一个 U17 的比赛呢绝对称得上是上海的小世界杯了。来看看边路这次进攻，来自10号的伊森。今天呢，伊森在上半场贡献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进球，从后场连续过掉3名防守球员，到禁区内外围的一脚远射，打向了远角。那脚球打得确实相当的漂亮。边线球直接掷向禁区内，但是落点是让城市足球学院队的防守球员给找到了。约翰尼克拉斯继续把球往前带的过程当中，这脚球呢传的并不是非常的准。主裁判也是把小球员叫到身边来，就示意这球呢你有一个犯规动作。这位是8号的来自城市足球学院队的球员埃萨德阿卜杜拉。
我们看到在后场连续的来回倒脚，马特洛克队再把球传过来弧顶的位置，这脚球传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了，现在呢4-1的比分，暂时领先三球的马特洛克队相对比较稳定，这球击中了横梁，弹了出来，把球继续停好。右边路快速的推进，斜传转移，这球可惜了啊！禁区内中路有跟进的队友，但是队友停球之后没有能够把球给停好，给到了城市足球学院队的反击的机会，可惜他们的反击呢，在今天来看呢，始终没有能够打出一些有效的反击。来自右边路的斜传，伊森停好之后，弧顶一脚远射，球进了，5-1。伊森梅开二度，今天呢，他的远射确实是带上了射门靴了啊！马特洛克队进球，这样的话，恭喜马特洛克队再下一城，5-1的比分。这下对于城市足球学院队来说压力不小。再来看一下，刚刚这脚球呢，它是停了以后，选择了一脚右脚的打门，打在了近角。换下47号 ，Argent C。别看啊，这位伊森呢，身高身材呢，可能相较于对手来说稍微矮了一些，但是脚法确实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呢都是最好的。这位球员呢身高仅仅只有1.6米，体重58公斤，但是呢在场上表现得相当的活跃。尼克拉斯选择一脚挑传，这边有机会，回传到禁区内，再给到城市足球学院的进球的机会，切传到后点，不过被门将给扑了下来。今天呢，马特洛克队的门将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我们知道一场比赛啊，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最重要的是谁先打入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今天呢，两支球队一开场整个局面呢相对比较沉闷一些，但是呢随着马特洛克队率先打破一粒进球之后呢，那里整体球队的一个进攻趋势呢就开始逐渐的明朗一些，而且马特洛克队的逐渐的进攻打开之后啊，也是让城市足球学院队的防守逐渐收缩了一些，这样的话反倒是让城市足球学院队呢始终找不到进球的感觉。今天呢他们在下半场尽管有几次很好的机会，但都可惜有些错失了。再来看一下刚刚这脚球呢，是来自球队8号的左边前卫，也可以说是球队的中场埃萨德·阿卜杜拉。
Man on. Yeah, Nick.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接近60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是5-1，马特洛克队暂时是领先着对手4球。这个时候的话，领先的马特洛克队呢，整体进攻呢更加的放开了，反倒是城市足球学院队，我们看到教练席，他们的主教练达维，面色非常的凝重啊，还有机会，不过这次的斜传呢，传的稍微大意了一些。六号的尼克拉斯。传给到自己的队友之后呢，想做一个倒三角的回传，但是这脚球呢，脚步没有吃准位置，所以说把球给踢飞了。十号的伊森。漂亮，胸部卸球之后呢，一个插花脚把球给停好之后呢，再把球转给到中场队友。没有选择踢墙式的配合，在实际上面把握的稍微差了一些。伊森再分过来踢墙配合，右脚打门，这脚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脚上，有点可惜。左边路的配合出现了失误之后呢，把球权给到了城市足球学院队，右边路的快速套上，但是呢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些，球已经是出界了。今天呢，在前锋线上，球队的9号的前锋索里尔卡鲁姆索里尔，个人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的。作为英式足球，他们在前点长传冲吊必须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支点来使用的。我们看到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法国队的前锋吉鲁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看到在以往阿森纳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角色。过往吉鲁在阿森纳队的时候呢，也是作为一个前点的支点来使用的。今天呢，我们看到9号的卡鲁姆索利尔也是这样一个角色，正是有着这样一个前点的支点的作用呢，也是能够让他左右两边的影子前锋呢，很好的发挥出自己的一些风格，包括了今天10号的伊森，也就是在卡鲁姆索利尔身边呢，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风格。外围还是选择掉到禁区内，掉向了后点，这一点险些是让前锋球员给争到了，门将把球给拿了下来。这边是城市足球学院队的37号的前锋拉菲尔·博格斯·罗德里格斯，身后还是有一些拉拽动作啊，这不太应该。切传过来后点，门将又是把握住了机会，没等球传到后点，就已经是把球给拦腰抱住了。这球传的是挺漂亮的，但是还是太深了一些，来自球队45号的右边锋丹尼尔·卢森特。
随着比赛时间的一分一秒的流逝，现在只剩下接近20分钟的时间了，给到城市足球学院队啊，还是那句话，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非常需要他们去找一些场上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足球学院队刚刚在场上做出一个人员调整之后，换上的这位43号的后防线上球员萨穆尔基陈代，应该是一位华裔级的球员啊。尼克拉斯在选择右边路的进攻，又是一个踢墙配合之后呢，这脚球领得不错，把球再领回来，面对三名球员的防守围追堵截，这球应该要长传转移了。这脚球啊，面对三名球员的防守能够把球给停好再做转移球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这位六号的尼克拉斯应该算得上是城市足球学院队中前场的莫德里奇了啊。左边路伊森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萨穆尔陈已经是把这球给控制下来了。这位球员呢是整支队伍当中唯一的一个有着亚洲人肤色和面庞的一位球员，所以说让人看起来也是非常亲切，应该呢是一位华裔。裁判在向主裁判和教练员之间进行着一些交涉，应该是要做出换人调整了。马特洛克队这边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没有做出很多的换人调整。中路的斜向转移，右边路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呢防守球员跟的也是很紧，所以这脚球呢始终没有能够转移出来。但选择如果说能够往后看一看的话，自己身后的队友啊就在附近。哎，我们这边看到马特洛克队呢是要做出换人调整的，但是呢没有和裁判席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说这个换人呢刚刚没有能够实现，反倒是吃到一张黄牌给到了八号的泰勒。先来看一看马特洛克队这球的角球该怎么处理啊？目前呢，四球领先的他们也开始大胆的能够做出换人调整了，更多的还是让来到现场的球员们去体验一下比赛场上的感觉。我们看到换上的是14号的迪伦，换下的是今天在上半场进球的芬利，选择传向后点，第一落点抢到了一脚，选择了头球攻门，但是球的位置没有打正。我们知道马特洛克队呢，本次比赛来参赛的球员啊，就只有13名球员。从支持册来看的话，只有13名球员，但是从现场的情况给到的一个花名册来看的话，他们只有12名球员，所以说他们可换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多。外围一脚远射，不管怎么说啊，在前场有机会先抡一脚。今天呢，对于城市足球学院队的门将的迪米特里奥斯来说啊，也是相当的郁闷，在
昨天的比赛面对阿塞克的比赛的时候呢，被灌进了11个，今天呢被灌进了5个。到目前为止呢，他的球门，他所把守的球门总共被打进了16粒进球，这个在过往的比赛当中都是非常的少见的。而对于马特洛克队来说，终于可以说是一雪前耻了。在昨天的比赛里面，更正一下，应该是打入了8粒进球。马特洛克队呢是不敌帕丘卡队，而且他们1粒进球没有能够打进，所以说这两支球队啊，在之前的半决赛啊，总共合计是打进了1粒进球，而失球数呢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在今天的3-4名决赛当中啊，打出一点自己比赛的风格，否则的话对于他们来讲，这一趟中国上海之旅啊，绝对是不圆满的。这边是城市足球学院队呢，在左边路发起了一次进攻，这次速度非常的快，来自阿拉菲尔博斯都的伊格斯选择传向后点，把球权继续拿下来，还有机会，外围一小球传起来，禁区内第一点没有抢到，给到了马特洛克队的反击的机会，看看这次反击能不能打成啊。沿着中路持续向前进攻，再向前带，要丢球了呀！伊森右脚的打门，这球选择了右脚外脚背的一脚低平球的打门，不过这球打的呢，可能脚没有吃准部位，所以说球的力量并不是非常到位啊。先把球停好，出界了，边线球队的六号的边后卫达米安冈萨雷斯把球给开出来之后呢，这球开得太高了一点，没有能够争好。再来看看，这球已经是提前越位了，伊森处在了一个很明显的越位位置上面。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场上比分呢是5-1，马特洛克队暂时保持的领先。这个身体的对抗呢，相对还是比较激烈的。门将选择在右边路开这一球。这脚球停得不错，再转移，把球分向了左边路，禁区内有伊森，有后点，但这脚球传偏了啊！这脚球传的力量稍微太大了一些，没有能够给到禁区内3个点，其实都已经到位了。随着领先4粒球之后呢，马特洛克队逐渐是放松了场上的节奏，相较于上半场来说，他们整体的速率以及在场上把握机会的成功率都相较于之前差了一些。漂亮，这次的直塞球传了一个身后，再回传过来，
左边路外围一脚远射，这球还是高了一些啊。今天马特洛克队比赛进行到现在还有接近十分钟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呢几乎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同样对于他们对手而言，城市足球学院队呢他们也在努力地打进自己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也希望说能够在场面上啊更好看一些。再来看一下伊森把球领好，还是相对犹豫了一点，再选择一脚打门，这个角度很刁钻，不过被门将判断对了位置，用脚给挡了出来。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5-0，马特洛克队暂时是5-1领先于城市足球学院队。来看看城市足球学院队的反击，沿着左边路的内切传进来，后点还有机会吗？这次啊没有能够很好的和禁区内的中路的队友形成连线，在禁区内呢，14号的乔纳森已经是准备好了，但是在跳起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能够接触到皮球，所以说这粒进球啊，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呐。现在对于马特洛克队来说，他们只需要稳守好接下来的十分钟时间，就几乎已经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不过我们看到城市足球学院队呢，他们还没有放弃，再选择斜传到禁区内，这脚球呢还是传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了出来，直接带向了前场。这次人球分过做得相当的漂亮，但很可惜球过了，人没有完全过去。尽管呢左边位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很可惜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让卢卡斯莱恩布洛克给救到，如果这球救到的话绝对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能够感觉到现在现场的天气是相当的炎热，所以说对于城市足球学院队的队员们来说啊，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相当焦虑的。向前的直传呢还是传出了失误。尼克拉斯，哎，这球有点大意了，两个人好在门将及时的出击把这个险情给化解了。马特洛克队换人，换下7号 Nathan Clark， 换上12号Lee Chantar。 Substitution for the Metropolitan Football Club team. Player number 7, Nathan Clark,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2. 我们看到这边呢，场上是要做出人员调整了。马特洛克队换下的是7号的纳桑·克拉尔克，换上的是球队的12号的球员李。而随着这个换人呢，两边也是再次是进入到了补水的时间。不过其实啊，对于城市足球学院队来说，
他们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随着补水的时间结束呢，比赛继续。那么85分钟的时间留给到城市足球学院呢，把比分缩小的机会呢就是越来越少了。我们看到伊森这边外围尝试一脚远射，这球呢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伊森这位球员呢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在本次的上海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当中呢，不乏一些好手凌厉的球队，包括了我们所看到的帕丘卡队、阿塞克队，这些队伍呢都是不断的在向自己的国家队输送一些青年军和后备力量的。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青少年足球比赛，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欧洲杯、在非洲杯、在美洲杯，又或者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都能够看到这些年轻的小球员的身影。边线球掷向禁区内，这边我们看到马特洛克队这脚球啊，直接是开到了马特洛克队换人裁判席，开到了教练席这边，希望教练席边上的助理教练等不要有任何的影响啊，没有什么问题啊。17号 Jake Parker， 马特洛克队终于是要把最后一位可以换上场的球员也要换上场了。换上的是球队的17号的门将杰克帕克。在比赛的最后5分钟不到的时间啊，让他去感受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氛围，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当然的话，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杰克帕克也有过登场，但是他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上场比赛呢败给帕丘卡的8粒进球呢，杰克帕克也必须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啊。当然相信那场比赛之后呢，他自己应该也是经过了一些反省和调整，所以说主教练呢在这个时候把他换上场，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能够让他在接下来5分钟之内呢去力保城门不失。这球边裁取其示意呢，这球有手球的嫌疑，但是呢球员自己说这球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并不是有意把手伸起来的。边路的对抗之后呢，继续是让马特洛克队保有进攻的机会。边路启动速度非常的快，斜杀到禁区内，再传给到弧顶的伊森，伊森的一脚右脚的势大力沉的打门被门将给扑了出来。不过伊森呢，这脚球在射门之前呢，其实可以看看自己的左手边，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的。不过呢，伊森今天在场上也的的确确，梅开二度的他呀，当然是希望说能够继续戴帽呢。这位刚刚换上场的马特洛克队的门将杰克帕克呢，身材还是相对瘦弱一些，
身高呢虽然说是有1.86米，但是体重呢仅仅只有68公斤，所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在球场上啊还是不太敢与对手前锋进行对抗的。来看看左边路切传过来，这球主裁判果断是指向了点球点。那么在近两场比赛当中呢，我们都没有看到点球的出现，但是在比赛的最后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裁判把手指向了点球点，这球是一个手球的判罚，这球判罚手球呢没有太大问题，反倒是给到了刚刚换上场的17号的门将杰克帕克不小的压力。主罚这球的呢是球队的8号的前场球员，来自城市足球学院队的8号埃萨德埃普杜拉。杰克帕克看看在昨天呢被对手灌进8个进球的他，今天他能不能够守下这粒点球将功赎罪呢？打门，球进了。尽管杰克帕克判断对了位置，但是很可惜埃萨德的一个罚球的力度非常的大，所以说直接从他的身下给窜进了球门。5-2，城市足球学院队可以说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再次是缩小了比分。这球是打得相当漂亮，虽然说两名球员啊，尤其门将这边都已经是判断对了位置，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能够控制这粒皮球。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城市足球学院队与马特洛克队的3-4名的决赛打成了2-5，马特洛克队获得了本次赛事的季军，获得了本次赛事的3名，同时也要感谢城市足球学院队为我们贡献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可以说这两支球队的队员们都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实力，他们呢也很期待着，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下一届比赛，哪怕在未来，在足球的生涯，在足球赛场上能够继续看到他们有更多精彩和亮眼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五星体育为您带来的本次2018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